我觉得我还是先讲一下前面的东西好了。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晚来，所以介绍一下这个专案。这个专案叫228事件资料扫描档文字化，基本上呢就是想办法把一些228事件当时的文字图片档转成文字。你教，我想办法把它放大一点。好，这样应该可以。我根据我个人经验，好像这个画面一半以下后面都看不到。那我们这一次因为228事件的扫描档资料量太多了，所以我们只会专注在陈澄波的案件里面。那我们有找出了两篇文件，这两篇里面有很多的 文字，应该都是跟陈澄波当时的事件有关系的。那我们的坑并没有特别集中在某个地方，基本上是以撒下去以后由每个地方各自独立完成。对，所以众多键盘战士们他可能会在编辑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好像文字一直冒出来，可是不知道到底是谁的情况下，同时我们的文件并没有强迫规定一定要使用特别的账号，都是 free 的方式，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追溯到底是哪几位键盘战士有完成。我只能从这里看得到，应该有一个是我，有一个 Tommy Q， 其他是 Ghost 或是已经关掉视窗的 Ghost。 那我很努力的在结束前，哎，这些东西是，我只是想笑图而已。我有努力的截了一下，大概有几位曾经在线上的，好像最多有看到我的样子啊。笑图，感谢这只皮卡丘。他的立个成果，糖果发完了，那个饼干也都发完了，这样子。那看到专案成果，有人是无键盘战士们，但最重要是要有数据化的产出。根据我们统计的结果，大概有5到10位的键盘战士，然后有不同的篇，陈澄波篇的产生文字，大概2929是一开始的初始文字量，那6162211产出，扣掉以后大概是3233个。另一篇比较多，13084。困难模式是那个字很难懂的，就是可能需要神眼等级的，也有1257字，合计17574字，我不知道现在底下还有没有人打，说不定还有，所以可能还会增加。那这个东西之后，供你会保留在这边，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继续去把它补完。那如果说我们那个下一次的黑客松，我会再想一个更新的主题，让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新的关卡出现。好，谢谢大家。